琪琪穿凉鞋参加户外活动，走路不方便哦。不会啦，我会小心走的。哦。花园到了。耶！下车后到门口集合。琪琪，你的凉鞋好漂亮哦，还有闪亮的花。出发喽！哇！路上有石头和泥土，你会不会不好走啊？不会，不会啦。琪琪，你看，有蝴蝶耶！哦，等一下。琪琪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树上有松鼠耶！啊，我要看！啊，踩到石头和水了，松鼠呢？都跑走了。你走太慢了。穿凉鞋跑不动，又踩到水和石头，脚又脏又好痛哦。咦，琪琪，你凉鞋上的花不见了耶！我们回刚才走过的路找找看吧。嗯，我们帮你找。嗯，谢谢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谢谢你们。穿凉鞋参加户外活动真的很不方便，大家还停下来帮我找花。原来妈妈的提醒是对的，我应该多听别人的意见，再想想看怎么做比较好。琪琪能这么想，很棒哦。还好花找到了，我们改走柏油路比较好走。谢谢你，琪琪。你看这只毛毛虫是不是刚刚那蝴蝶的小孩呀？哦，毛毛虫！啊，毛毛虫！琪琪穿凉鞋跑很快。